大家好，这一节给大家讲顺治通宝第一世反哺世。这一类顺治前的铸造工艺和文字风格都是反明前铸造的，主要由祭侄类、官贝类和被符号类三种钱组成。我们先来讲祭侄类，祭侄类有贝一、贝二和贝十一联三种。顺治贝一钱，它的币值等于一枚小平钱。目前已经发现有三种主要的面文版式。第一种是贝一标准版，这一版也是贝一钱中最多见的。根据一字的长短，可以分为长一版和短一版两种。第二种是上户版贝一，这一版的面文风格类似于顺治上户版，比较少见。第三种是官贝癌包版贝一，这一版的面文风格类似于顺治官贝癌包单点通版，存世非常稀少。这一节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下一节为大家讲顺治备案前，感谢大家关注。